今天是韩国瑜院长您的生日啊，就特别祝韩院长生日快乐。每一次看到院长和民进党的人在协商啊，面对他们那种无厘头，然后非常摸不着边际的协商内容，然后甚至有时候还会故意吵东吵西啊，好像一个这个非常故意来吵架的挑衅的八加九啊，那这院长都能够忍住性子啊，好好跟他们对话。甚至有时候啊还可以忍住不笑，可以看得出来院长的这个修养啊真的是超凡入圣啊。那也非常谢谢院长一直以来齁、对大家的照顾啊，那不管是以院长的身份或以前辈的身份，对我们的提携啊、然后平常跟我们的互动，都让我们觉得这个非常的感谢院长，尊敬院长啊，所以今天特别祝院长生日快乐。中华民国陆海空军军人读训，第一条，实行三民主义，捍卫国家，不容有违背大夫之行为。第二条，拥护中央政府，服从长官，不容有虚伪背离之行为。不容虚伪背离之行为。第三条，敬爱袍泽，保护人民，不容有倨傲粗暴之行为。不容倨傲粗暴之行为。第四条，尽忠职守，奉行命令，不容有延误。怯懦之行为。第五条，严守纪律，勇敢果决，不容有废止敷衍之行为。第六条，团结精神，协同一致，不容有散漫推诿之行为。第七条，负责支持，崇尚武德，不容有侮辱、攀比之行为。第八条，刻苦耐劳，节俭朴实，不容有奢侈浮华之行为。第九条。注重礼节，整肃仪容，不容有懈怠滥漫之行为。第十条，诚心修身，笃守信义，不容有憋劣诈伪之行为。原地拍摄，不要移动。
贵宾请坐下。Distinguished guests on the instant, please take your seats. Distinguidos invitados del lado oeste, tomen asiento por favor.好的哟，你看怎么怎么样？我做会怎么看？好像，你看笑起来蛮好看的。他怎么说？哇，对。来，再送你一个。谢谢。各位长官、来宾，我们可以看到阅兵线上的受教部队，各个神采奕奕、斗志昂扬，展现出欢笑声、无惧艳阳、不畏风雨的态势，准备将平日扎实训练的成果呈现于国人面前。阅兵线上第一个单位是陆军军官学校学生军乐队，学生军乐队的成员共计82人。主要负责校内各项典礼仪式的伴奏，近年来在校外的演出更是收获各界好评。演习第一，陆军官校第一连，陆军官校第二连。陆军官校第三连，陆军官校第四连。